日前国家体育局就入围第二届国际奥委会终身教练奖的候选人进行了公示。在这次的名单中，总共是有五位教练员入围，他们分别是郎导、刘国梁、张军、孙海平以及周继红。可以说这次的竞选是一次让人左右为难的选拔，且不说在国际上的知名度，就是这五名教练员的功绩都是让人无不称奇的。就拿我们最熟悉的郎导来说，在2013年的时候，他临危受命接手中国女排，带领这支又一次陷入困境的队伍又一次重回巅峰，先是拿到了2014年的世锦赛亚军，之后又是世界杯和奥运会的冠军，在短短三年的时间内就创造了一个这样的奇迹，他的功绩自然是很难被磨灭。刘国梁则是另一个呼声很高的候选人，虽说他已经不是国乒的主教练，但是他曾带领国乒参加过四届奥运会，也都取得了非常好的成绩。网友一直都开玩笑的说道，中国乒乓球是谁也打不过。话虽如此，可是没有一个优秀教练的指挥，再优秀的球员也无法仅凭一己之力取得成功。因此42岁就已淡出国乒教练组的刘国梁还是候选人中人气比较高的。当然除了这两人，其他几个教练员的功绩也都是响当当的。作为中国跳水队的教练，他虽然名气没有刘国梁高，但他也是多次带着跳水队的队员在世界性的比赛中取得好成绩。而张军则是羽毛球国家队男子双打崛起的救世主。说起孙海平，这里说的并不是女排的那个孙海平，他的名字大家也许是陌生的，但说起刘翔大家一定都清楚。没错，孙海平就是刘翔的恩师，也是2004年刘翔在雅典奥运会证明黄种人也可以突破身体极限的幕后之师。这五名教练都是如此的优秀，最终鹿死谁手真的是很难说了。